跳得实在是太棒了。Mindy 廖敏仪今年10岁，个性活泼自信，是个芭蕾舞的爱好者哦。哎呦呦，时间快到了，赶快选好漂亮的衣服，准备下乡去吧。我现在的心情很兴奋，还有一点紧张，看我的新朋友是什么样子的。高高的，他的头发是中等的，他的肤色是比我白一点点。我想学蛮多东西，我最怕骑自行车，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骑那种4个轮子的自行车。我这次去乡下，我要我的新朋友教我怎样骑自行车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要骑给妈咪看，再 show off 给我的朋友了。敏仪是一个爱表现、很有自信、聪明的小孩，偶尔会发一点像大小姐脾气啦。对于他这次下乡，其实心情蛮复杂的，就是当初被选中的时候当然是很高兴也很兴奋的，然后就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担心了，就心想他会不会适应那边的环境啊。城市的童年离不开电子，孩子比较缺少了那些互动。我希望他学会骑脚踏车，因为这样呢可以让他多一个玩乐。不会抱很大希望。慢慢来啦，慢慢来。对。芭蕾舞公主要出发了，出发前赶快跟爸妈说再见吧。任务卡即将来临，公主准备接招吧。请找出周韵琪，可爱的刘海，那双眼皮。绑马尾，身高151cm，体重41kg。嘿嘿，拿着周韵琪的特征表，应该就可以找到她了吧？不过我们所设计的任务才没那么简单啦，接下来就要看 Mindy 的本事了。Mindy， 你可要细心的找哦。身高151公分，体重41公斤，到底是哪一位呢？哎，紧张紧张啊！大家一起来猜猜看是哪一位吧。你是不是周韵琪？是的。Bingo！ 本集的乡下小主人周韵琪，今年10岁，是个内向害羞的小女生哦。Mindy 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不过啊， Mindy 要如何跟害羞的韵琪交朋友呢？小关姐姐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两个人在一起会聊些什么呢？你爸爸做什么工？卖榴莲。哇，就是啊，水果小贩啊，类似水果小贩。我爸爸很喜欢榴莲哦，可是我不喜欢榴莲。我也不喜欢哦，臭臭。我比较喜欢生吃好吧。在那个黄梨子，我阿妈会做黄梨子。哦，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蛮 cute 一下，然后每天都会开开心心。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外表很漂亮，我觉得他个性是很开朗、很活泼咯。那时候我一去到学校要去找他的时候，因为我不懂谁是周韵琪嘛，我走了几圈过后，我就看到一定是他了，很紧张哦。紧张什么？因为我不懂怎样跟他沟通了。你爱好什么？跳舞、唱歌、游泳。
阅读。那你唱歌啊，不然一起唱啊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哇，伴随着美妙的歌声，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韵琪的家了。带 Mindy 参观完环境之后，韵琪偷偷地告诉我，待会啊要带 Mindy 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做一件跟传统文化有关的事情。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我的外婆，这个是我阿姨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剪香蕉叶来做姑姜，这是福建人的传统的姑姜来的。哇，很好玩哦！我要玩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原来是来到了外婆家，要做福建人的传统糕点姑姜。听外婆说，这个姑姜是流传已久的福建传统糕点，因为制作过程很繁杂，所以现在已经快要失传的了。让我们将这个传统手艺流传下去，一起来学习如何做姑姜吧。这个比较干净，这个比较肮脏，这个是最干净。你再讲。你的手这样关一下，关一下，这样那就好，这样能撑实，这样包起来。这样你做好了，这样你包起来。好了。我两人包咖喱包公主了。先要做一朵花，这是你的。做什么？笑匠。不然你笑我。明弟，我现在做笑脸。我现在做一个人，他没有讲话的样子。我刚才去做骨架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兴奋，很好玩。那个皮很薄，如果你一不小心弄到它就会掉下来，然后那个料就会掉，也会掉下来。如果是满分十分的话，我大概给七分了。七分是因为我们还加很多有耳朵啊、笑脸啊那些，所以觉得有创意力。跟明弟一起做感觉很开心，我觉得我们做骨架五分罢了。因为它的包又会破洞，又包不美，所以五分了。哎呀，包不美没关系啦，至少我们都学习了如何制作福建人的骨架。你们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学会，已经是很棒的了。小关姐姐，我为你们鼓鼓掌啦。不过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闷坏了，韵琪一回到家就病倒。韵琪，韵琪，你还好吗？要赶快好起来哦。在 Mindy 的细心照顾之下，韵琪终于恢复精神了。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了，身体不舒服就要赶快去休息，因为啊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。接下来 Mindy 和韵琪又要接受任务卡的挑战了。好像是牛耶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羊的耳朵哪里有这样长？有是有可能会有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动物屎。这个呢？我不知道。
什么动物那么特别啊？我也不知道耶，还想看看呢。答案揭晓，就是我们羊妹妹啦。老板，为什么羊那么多颜色？因为不同颜色来自不同国家，因为有些英国、埃及、澳洲都有，所以有些就好像这两头就属于类似埃及跟英国的混合体，所以它们的颜色都像一般 body 的衣服一样的颜色，这已经很稀有了。比较属于白底都是来自美国的品种，红头白身体的它来自是印尼，所以它的耳朵都教区比较长一点，它已经是多元不同国家九种羊的混合体，所以都比一般大致上的羊的品种来得大，耳朵特别长又特别厚，颜色也特别不一样。他们为什么要掺种哦？因为掺种过后会能减短羊配育的时间跟生育的时间。哇，你们有看过那么特别的羊吗？小关姐姐我可是从来都没看过哎，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他们特别帅气呢？哎呀，你感冒吗？但是感动啊，感动可以试试看，敢感冒啊。它不会咬人，草食类动物上面是没牙齿的，只有下面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啊！OK， 站出来可以吗？你感冒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不用担心。我不感冒哈，因为它还咬我。这不用担心。就是这样子抱着，不要，你不要看我们，我抱着他们，不要看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这就是他的母亲，你看，我们做了他的孩子，他母亲想来救他了，一二三，抱起来，啊，好重啊，好滑，不要担心，好重。我最喜欢的羊是那个九种混合起来的那只羊。我最喜欢的是斑点的。我摸羊的时候的感觉很滑，很舒服，很黏，好像会动的玩具熊羊。我们抱的时候有怕妈妈来咬我们呢，是因为他的姑姑。才没有这样怕，勇敢一点。他们有很多东西都不敢做，我觉得我第一个去做，他们应该会跟着我去做吧。哎呀，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去挑战，所以我就去猜一猜，给他们去挑战一下。这里。老板。如果有那些羊没有冲，不用冲凉的吗？啊哈，就是他们大便肮脏，大便的话不是很脏。他们大便会掉在地下，那你就走前面，我指引给你看。好啊，就是这里吧。啊，就是这里，你看他的粪便跟他的豆渣都会掉在地上。几十一次有人会来洗？啊，每天都要清洗一次，因为想需要把他的尿味给洗掉。哦，这是你们的任务吧？羊说：“小主人，我们很饿，可以去割草喂我们吃吗？”小主人，我们很饿，可以去割草喂我们吃吗？还有，我们很脏，可以帮我们清洗粪便吗？哈哈哈哈哈哈
直走，这边我在滑雪，不要推，那也是，中卡中卡，小心点，哇哇哇，这衣服送的来了，我觉得他有点像城市的小孩，也有点像甘蹦的小孩，因为我觉得甘蹦的不应该怕肮脏的，甘蹦的人也是会怕肮脏的吗？任务完成了，亲戚的老板为了要慰劳他们，决定请他们吃新鲜的水果，但是新鲜的水果可是要自己亲手去采的哦，两位小朋友可要多采一点哦。哎呀呀，你们两位可别忘了我的份呢，人家也想吃嘛。时间来到了最后一天，大家是否还记得 Mindy 下乡前所许下的愿望呢？这次小关姐姐派出左右护法来帮她， Mindy 你一定要加油哦！你不要安慰她，我看到他不会骑脚踏车的时候，我就用手去扶住他脚车，然后慢慢叫他踏过东西。我喊一二三就放走他，然后还踏。第一次他放手的时候，我有点怕，所以讲救我救我救我，然后我要掉下来，他就来扶我。哇哦 ，Mindy 成功了！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为了庆祝 Mindy 学习成功，不如小关姐姐带你们一起郊游去吧。绿油油的稻田，还有蓝蓝的天空，哇，是不是很优美呢？第二次放风筝，我羡慕他可以这样厉害放风筝，因为在城市的时候，我们那边我们父母不给我们自己跑出去玩的呢。下乡即将接近尾声了，你们两位可要好好把握在一起玩乐的时光哦。我第一次一个人出来三天两夜，我
觉得又是很勇敢，因为有的一个人出来很像冒险这样。我做了很多次第一次做的东西，我一开始爸爸妈咪担心的时候，我也开始担心了，我怕跌倒啊、受伤啊，还是发烧、感冒啊。当我学自行车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有信心了。我喜欢这边，因为不像城市一样，我们不可以很像自己出去，要有父母带我们去。我从运气选身上学到了乐于助人，所以我要像他这样很乐于助人。我们现在是好朋友，觉得我们的好朋友程度可以到99分。跟Mindy相处我觉得很开心，他很开朗，我们就比较容易交好朋友。我在Mindy身上学到了要勇敢面对所有的事情，还有不要害怕。我觉得我们的友谊是100分。 It's the climb, the struggles I'm facing, the chances I'm takingSometimes might knock me down, but no, I'm not breaking. 我想要送这首歌给他，这样子，如果他失败了，希望他可以往前走。没有一点方言，也没有一丝孤立，你就像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我想送给Mindy这首歌，因为我们是用歌声成为好朋友。在 Mindy 离开的时候，贴心的韵琪送上了一份记载着他们3天2夜满满回忆的礼物。因为喜欢唱歌，让他们有聊不完的话题；因为互相鼓励，让他们有了更深刻的友谊。这一趟下乡， Mindy 尝试了很多第一次，也因为这趟下乡，让两位不同生活背景的陌生人变成了好朋友。恭喜两位小朋友，这趟下乡交友成功哦！